球场上我尽情奔跑，毫不保留用尽力量，我的热情从未改变，今天仍火热燃烧，我们朝向同样的方向，朝向同一目标，这是我们的舞台，今天尽情闪耀。 Hey， 这次 we play together， 输赢也别太 care， 能一起踢球才是真的真的我的快乐。 Hey， say a hello， 做个朋友，大家特质不同，大家互相包容，我和你，你和我，互相帮忙彼此加油，一个人无法踢球，大家一起才能成就。 Oh， all for the love， you know what，再多辛苦，再多困难，我们一起哭，也一起笑，一起超越，一起成长，我们能够做到。Together we are strong， 越怕是难不倒。Together we will rise， 新纪录一起创造。Together we chase one dream， 必定会达成目标。我需要非常自律，就是说着失败来临 Boundaries keep coming， 我相信一定坚定，就是说我们不断迈进 Life my passion my passion and my dream These words are just for my team but both for you and me Cause we all have a life game We all wanna do something We don't wanna live in vain We all wanna grab the chance Don't you ever find alone Together we can have it all 再多辛苦再多困难我们一起哭也一起笑一起超越一起成长我们能够做到We are strong 越怕是难不倒 Together we will rise 新纪录一起创造 Together we chase one dream 必定会达成目标 Together we share 疯狂喜悦奔跑 Together we shine, we will rise a new history. Together we'll rise. Together we chase one dream. 必定会达成目标。Together we share. 疯狂喜悦奔跑。大家好，我是专北二足球达人沈慧玉，大家都叫我黑猪教练。这次我们一起来，我从16岁开始踢足球。各位同学猜猜看我现在几岁呢？好，各位同学都太善良了，我已经踢球27年咯，能够坚持在这个球场上真的是不容易，也没有想过我有机会可以当教练。可是因为在国泰工作之余，然后刚好学妹找我去学校当足球老师，然后我就想说，哎，试试看。然后没想到一试就试了10年，所以我平常下午的时间有在学校社团担任足球老师。那也因为当教练的关系，让我有机会又重回到球场。人生中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反而会让我们会在因缘际会之下发生。那我除了踢足球之外，空闲之余我还有参与打篮球、羽毛球，今年更挑战了划龙舟。那也有参加公司的爱心公益活动。那我是希望说大家可以跟我一样，尽情在人生的球场上奔驰，踢出多元精彩的人生。那最后我要送大家一个礼物，就是珍惜。就是珍惜的意思就是坚持，坚持让梦想与工作一起前进。我是专北二足球达人沈慧玉，谢谢。